Hello，Hello，hello, 视频开始前，咱们多关注、多推荐、多投币、多收藏。我们是安徽白兔，我是姐姐 Miko， 我是妹妹 Yumi， 我们安徽白兔又回归了。咱们本期的嘉宾又是咱们的妹妹 Miko Yumi， 对，他是我表弟啊。然后我表弟呢，就是他一直在我面前，就是号称自己是人间清醒，就是每次我吵架什么的，你就在那边就是说，你以为你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吗？一个男人比天大。就每次就是会骂我啊什么，觉得就感觉自己好清醒一样。然后这次自己又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次不是也被一个男人就迷得就五迷三道的做舔狗啊？今天礼拜天家里人他不在家里睡懒觉，去别人家里做免费的保姆。你说说就是今天早上去他家，我起床了，然后去他家，然后我进房间，他还在那里，还在睡觉，他把门口开了，然后他又回去睡觉了，然后我就很默默的把他家务在做家务。他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怎么？我说把你这个碗洗了。然后他说干嘛呀？这是？他说那要不然你把地也拖了。他真的这么说啊？对啊。他说那你帮我把地拖一下吧。所以他到底是你们在一起纠缠多久了？纠缠就从我来上海，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然后就是我现在不是在上海实习吗？然后回上海实习就开始就是纠缠上，纠缠一两个月，差不多吧。所以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就是我一直知道有这个人存在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是确认了是对象，还是说就是暧昧？就是有达以上，恋人未满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那你说一下你做了哪些，就是一直在倒贴是吧？算是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让我评评看。做了很多事情。那第一件就是，我还是就蛮有心机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那天一个那时候我刚来上海嘛，然后不在找房子嘛。嗯。然后我为了就是，因为我想知道他家地址在哪里。嗯。然后你想知道手机号码你这些对不对？嗯。咱们就很经济，我说我来上海，我说我身上没有什么朋友，要不然我买一些快递什么东西，要不然可以不可以先寄到你家？嗯，然后他就可以啊，然后就把所有信息都发过来了，然后我们所有信息都搞到了，嗯，然后说我又是很心机的，然后就照着他家那个地址在旁边，又花钱买通了那个中介，又找到他旁边房间里一个小区住下了，所以就是把他的地址骗到，然后就特意把房子租在他家旁边。对啊，就干了很多下贱的事情啊。这值得吗？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我给他说的就是意外，他以为是个巧合，他以为是个巧合。我说我当时还很心机的，我给他规划，我说我发了那个小鸡丁，我说哦，这个是不是你们家小鸡丁？他说是啊。Oh my god， 你是要住这儿吗？还有什么倒贴的事？还有很多事啊，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陪他玩游戏嘛，嗯，然后之后为了能和他一起玩游戏，然后。我原本玩的是 QQ 嘛，然后为了跟他一起玩，我微信群连夜打到了钻石，一夜之间从黄金打到钻石，就为了能和他一起玩。哦，然后我还没本来段位不够是吧？对，本来段位不够，然后连夜上，没日没夜打到钻石，为了和他一起玩。所以这些事他后来都有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现在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你也没有做过什么就是为他付出他知道的事情。就是有时候。做一些吃的送到他家里去了，去他家当免费保姆。对啊，在他家做家务啊。所以你觉得你表达的明不明显？你对他的爱意？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。我觉得啊，对，杨其实我也直接说了，就我说我挺喜欢他的，让他直接拒绝。你直接说你喜欢他？啊，对啊，直接说。他怎么说？那他说我觉得我们能做更好的朋友。他说那感情的话呢，我觉得对象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。那我觉得他还挺好的，我本来也对，就是直接拒绝，他根本就没有吊着我，然后反而这样，哎，这样我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还不错啊，对吧？如果他要吊着我，他说，那我还想再考虑和他看看，那我可能觉得他真的是在吊着我，他就是直接拒绝。那我咱们就是直接狠狠的拒绝。对，那是我本来觉得他可能觉得，你经常给他送饭，他做免费的，给他打扫家务，他觉得有个免费的保姆吊着你还挺开心的。对，但没想到他是直接拒绝，对，他是直接拒绝。我观摩看看。对啊，对，我也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我就对他爱得更深了。而且就是，对啊，就是，而且本来以前我在家里的时候，如果说我是有什么有情绪，那立马我朋友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来哄我，都会来，
哦，他直接不哄，他直接把你放在撂在旁边，哦，咱们就又更爱，我们觉得哇，不错。所以你每次就是说你有点情绪的时候，他就不管你，就他就不管我，你就你死一边去。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别给我搞，别搞了，行不行？别矫情了，那就这样子，一下凶我，然后我就、没有。我的牙也，我的牙，就一下子就是发抖一下子。咱们家的人是有多贱？怎么姐妹俩都这样？对啊，没有办法，咱们就是乌娜娜拉氏，乌娜娜氏的传统就是。对啊，就是我如果说他是哄我或者什么类的，其实我觉得那和以前的对象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所以说他这个让你觉得很特别的点，让你特别喜欢的点就是他不哄你，然后他直接拒绝，是吗？你这个给观众传递的就是说，传递其实也不是啦，也不是啦，不是，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就是他不会吊着你，他不会去说跟你暧昧，不会说是。为你得到什么，他就很直白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就很直白，很直接那样的。我觉得反而他还比较单纯。如果他给你绕一大圈的，或者说给你又是说一大堆什么有的没的，是不是？我反而觉得他就在吊你，或者是在又是跟你暧昧什么不清的。我反而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算计，或者太过于那个。我觉得反而这种人他反而比较直白。你觉得他算是一个挺正直的男生？对。所以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期限？比如说你就再舔他半年，或者再舔他多久，就是说咱们就放弃？有吧？你觉得大概可以支撑你多久？支撑也要看你以前都很拽了，你以前都是别人都是好像都是追你的，啊、或者比较多吧、啊。以前咱们就是一直是女王，这一次就是一个，我感觉你地位大反转。你以前的朋友圈都是很开心的，最近就是总分享一些那种悲伤的小情歌，就对啊，就是你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你只有不爱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。你一旦喜欢了，你就会开始唯唯诺诺了。你就又这又不好意思说，那也不好意思说。那如果说你跟以前那些，你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感情，你说想你或者什么的，那咱们都是脱口而出啊。啊，那对于这种就是你对不喜欢的时候说一些情话也是脱口而出是吧？我就因为只有不爱才会游刃有余啊。我跟你说什么我都 OK。我的妈呀，反而我就跟他，我根本讲不出这种话。你反而觉得说我就对很爱的人，反而你觉得 我反而说你说你要说我想你我爱你，你就觉得很慎重。哦，对，懂了，对吧？因为就我们之前我们也是油腻情场，现在怎么没有办法栽了。所以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期限？你觉得还要做这个免费的保姆要做多久？做这个保洁做多久？那要看他的一个反应嘛，是不是？那有天他真的要是就是做了很过分的事情。很过分很过分那种，就是那我可能就是立马就是私信吧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肯定就慢慢坚持了，我觉得是不是？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如果你本来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你要轻言放弃那还叫什么喜欢？所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今天就是愿意接受我的采访，有没有一点私心，就是希望他看到这个视频，希望他看到，我不希望他看到你对他表白？我不太希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被拒绝过一次了，还再被拒绝第二次吗？我以为你是今天想的，就是有些情况想说啊，没有，我只想就是让大家笑一下，大家肯定大骂我，大骂我是赔钱货，大骂我是什么？就是哎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什么？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说，就是搞这种小暧昧，搞了一个多月嘛，是吧？然后你也经常去他家做家务啊什么的。那所以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在那里做饭什么，他突然把你在厨房立马抱住，有没有比武过？有没有他感觉做？他说哎，宝贝，你拖地的姿势真性感，有没有过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说实话，就是我们第一次有过，还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才会有过肢体接触，后面。所以你们最亲密的肢体接触是什么？是第一次。是什么？你在我这好像不在我旁边说，不太能播。啊？啊？kiss 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在那给我装什么纯啊？就是你们最亲密的是就是 kiss 是吧？对啊。就是反而是不熟的时候第一次见面 kiss。反而是不熟的时候，熟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。这是什么奇怪的？就是。第一次可能大家就是喝酒了吧，后面反而就是理智了，理智之后就再也没有过。
好的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哦，那我以上都是开玩笑的，我就说你配节目怎么，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喜欢别人的时候不要，我觉得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不要太克制，就如果对方就喜欢就去坚持啊，为什么不去坚持？对，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坏人，不是说对我骗你钱或者干嘛，对对啊，其实我也其实做一些傻做一些傻事其实没关系的，就是在未来都是一个一个成长嘛，一个铺垫，也是一个记忆，对啊，其实挺美好。就我对我至少就是曾经努力过。我一直都这么跟我说，就至少因为如果我说我比如他那直接拒绝我直接放弃，那肯定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这么去努努力去追一个人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，我觉得人生很无趣，我想试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成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这么认真追一个人是吗？对啊，我以前我就是我也有追过了，就是不能装逼，以前也追过，我可能就三天就会。你是哪下一位？以前是三分钟热度。对啊，就是根本没有那么喜欢过，就这样子。要对，就没有那么去认真去做了那么多心机的事情，就追求一个人，使尽了那么多下作的手段，对，就没有过那种经历。对，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，不要太去追求那个结果，就算没有在，就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。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，也是一对，也是对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哦，并不是真的觉得下贱啊。我不觉得自己下贱，我觉得很好，我乐在其中啊。行行行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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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